没货呀，你上哪报啊？逮不到了，都空网。这家伙还想越狱呢。今天找资源的，今天就找资源的。啊，你说每天能逮个十斤哦，能逮个十斤起步啊？啊，那个说实话就能将就搞了，逮个五六斤、七八斤，没了，网没了。搞个闲人呢，搞啊。今天这里面。这个还能不能用啊？蚯蚓还能用不？应该可以用哦。哎，我操！哎。他们明天要回家了，估计。我说他坚持几天呢？坚持几天就是说把人家要货的，把人家货全部给发过去，啊，再回家也行。那关键人家现在要货，他们要回家。可以放点新鲜的蚯蚓呢，那再加一点哦，再加一点，我看看再加一点，这个蚯蚓就不到了，蚯蚓不到嘞。今天早上这个东西逮的不多，就逮了三个。回来我们一起搞，我带你找没人的地方搞，天天暴龙啊！不去了，我要回家的话，基本上我就结束了，我搞别的东西了。我回家的话就是搞别的东西了，我还逮啊，我不逮喽。一网逮十斤我也不逮啊。我回家就改行了，兄弟们，这个玩意儿不逮了。就这个货，兄弟，就这个货，哎，就准备撑一下。来，撑一下，你们看看啊，那龙虾逮来这几个，那有两三斤龙虾。对，回家抓水耗子。他们逮多少？那他们两个人逮的，他们是两个人逮的，两个人逮，我靠，逮个能有七八斤货，八九斤货，两个人逮的，两个人合伙的，啊，合伙逮的，就逮那么一点点货。哎，在哪里啊？江苏啊。都点个赞啊，各位兄弟啊，好吧，点个赞呢，啊。
垃圾堆啊，我们就坐在个垃圾堆边上，没办法了。油费啊，生活费油费够了，反正，那油费其实要不了多少钱，油费的话一天20多块钱吧。看没，现在泥鳅好养了，看到没，它不带死的。前段天热的，天热的时候泥鳅是最不好养的，天越冷这些东西越好养。哎，海南不适合我去哦。你感觉海南适合我去吧，海南适合我去啊，海南的。哎，二代球装一装算。到了，放山都不要了。这泥鳅漂亮，我操！兄弟们，看一下子啊，这泥鳅特别完美哦。这泥鳅呢，好吧。
看看称一下多重。去皮啊，啊，泥鳅多重啊，两天逮了点泥鳅，我操。